ない何でもない君の笑顔を世界中で僕だけが知ってるほら素敵な君さ目立たなくて泣き虫で寂しげに顔伏せてる以前记账用的簿子，簿子里面记录了很多爸爸小学时候的回忆，然后还记了一个小学时代曾经喜欢过爸爸的女生，她有一个跟我们一样年纪的小孩，想不到那个男生竟然喜欢上了小翠。爱的咖啡店，大豆要入赘了。有股好香的味道，啊，是妈买的吗？这是我的，大豆的。大豆说这是小圆送给他的。什么啊？果然啊，咖啡还是喝现煮的好啊。请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感觉就好像到了咖啡店一样。本来就是咖啡店呢。穿着睡衣的客人，请你不要随便进来。大豆，什么嘛？快点先去刷牙洗脸。大豆这个家伙，一开始请不要加糖，喝原味的。是是。嗯，哇，这味道相当不错耶。真的吗？是啊，以第一次来说，很不错了。成功。我的呢？小孩子最好不要喝咖啡哦。你自己不也是小孩子吗？我是为了将来才必须品尝看看的。将来？因为我以后要成为小圆家的养主啊。应该是养子吧？什么嘛？前阵子还说要当小健的徒弟，以后长大要开拉面店的。因为咖啡的味道比拉面的味道好闻呢。对对，你说的都对。以味道选择工作，真像大豆的作风哎，实在是很受不了他哎。可是小红豆，如果大豆真的到小圆家的话，你也会很麻烦，不是吗？啊，什么麻烦啊？快点快点，再讲下去就要迟到了。小健，你早啊。啊？哎，小健，等等我们。早。早安。永之助，我问你哦。愿意入赘吗？啊！小翠。可是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也算是独生子哦。根本就没有人问你了，好可怕！为什么会提到入赘啊？没事啦，快走吧。等我，小红豆。小翠真讨厌，怎么跟永之助说那种话？他根本就没把事情跟你联想在一起啊！就算是这样也不可以呀、啊。小徐，你怎么了？我只是在想点事情。想什么？我在想，要是独生女跟独生子结婚的话，该怎么办？哦，哈哈，是小勋跟小健的情况，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啊，就有点难咯。三个人凑在一起，你们到底在聊些什么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虽然我是独生女，可是我爸妈说随便我要怎么样都可以哦。嗯，就是说要不要入赘都无所谓了。什么嘛，他根本全都听见了嘛。
动那个家伙，长大以后真的要入赘到小袁家吗？那么我不就要……哎，我实在好笨哦，现在就烦恼那些做什么啊？哎，小红豆，你怎么还在这里闲逛啊？我哪有闲逛啊，我只是跟小翠去图书馆看一下书而已。你现在哪有什么时间去图书馆看书啊？大豆好像跟女生私奔了耶。什么私奔？就是那个家里开了咖啡店的一年级的臭丫头啊。跟小袁吗？你妈妈在电话里说得很着急哦。回来了。私奔？小健他是这么跟你说的？难道不是吗？我只是说大豆可能跟小袁在一起而已啊。小健在搞什么鬼嘛，讲得跟世界末日一样。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玩得太尽兴，忘记注意时间了吧。没有留纸条什么的吗？对啊，另外连煮咖啡的机器也不见了。啊？他带那种东西能跑到哪里去啊？啊？说不定是他回来了。大豆，是永之助啊。看来大豆到现在都还没回家吧。你特地为了这件事过来的吗？因为小健打电话给我啊。好厉害哦，才小学竟然就敢私奔，太佩服他们了。他们两个不是私奔啦，其实是因为他说了一些任性的话，所以我就把他给臭骂了一顿。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现在我女儿的同学们都出去帮忙找他们了。哦，这样子啊，那就拜托你们了。好，好，那么我就先失陪了。嗯，就是这里，我奶奶说就是在这里看到他们搭计程车。一年级小学生坐计程车？该不会是看错了吧？你们怀疑我奶奶吗？可是她是老人家嘛，她比你还要清醒100倍嘞。是，可是他们搭计程车要去哪里啊？该不会是为了煮咖啡器吧？啊？因为要是坐上拥挤的电车，很容易会被人家挤破啊。哎，你们听我说，小薰好像也不见了耶。啊，小薰也不见了。刚刚经过他家，他妈妈好像很担心的样子。小薰也私奔了，一个人是不可能私奔的吧？说不定他们都在一起。嗯，反正我一边送外送，一边找找大豆他们的行踪。哎，你也别忘了要找小薰哦。小薰到时候会自己回家的啦，他又不是小孩子。他就是小孩子。他们带着煮咖啡器坐上了计程车，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报警比较好啊？你跟小袁的爸爸通电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可能会去哪里啊？没有。我们回来了。还是没有找到他们吗？我们去了车站，问了在排班的计程车司机，可是完全没有半点线索。永之助是觉得这一切会不会跟煮咖啡器有关系？在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喜欢喝咖啡的？喜欢喝咖啡呀、啊？老公？不会吧？什么？大豆吗？他没有来啊，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里，什么时候的事啊？哦，坐计程车的话也应该早就到了，我们在猜会不会到你那里去了啊？没事，爸，你不用担心了。笨蛋，您在保卫的儿子不见了，快说不用担心，这是怎么了？爸，对不起，是。小红豆，他回来的话，我会马上告诉你的。你知道爷爷喜欢喝咖啡吗？嗯，看样子这条线索是错的了。就是啊，要是他们没有去爷爷那边的话，那到底会去哪里呢？哎，喝完这一杯，我们打电话回家好不好？不要，我才不要打电话给那个莫名其妙的爸爸呢。可是你没有告诉他就把煮咖啡器拿出来，他当然会生气啊。嗯，我可是为了大豆你才拿出来的耶。我不需要啊。不行啦，如果将来要当咖啡店老板，就要从现在开始练习才行。嗯，应该差不多好了吧。我也要喝吗？这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其他吃的东西了。好像很苦哎。嗯？他朝这边过来了，要是被抓到会被送
回去的。达娜，我们快走，拿着那个。嗯，我想出来的啦。别管了，快一点。你们两个。现在这么晚了，你们在做什么啊？啊，我们在玩咖啡店游戏。咖啡店游戏？达娜，你不要管我，快点逃吧。为什么？因为我怕狗，所以我跑不动。你们肚子应该都饿了吧？啊，对耶。打电话叫满磊轩送点东西来吃吧。那种冷酷无情的人开的店还是不要比较好啦。对了，不知道小薰是不是已经回家了啊？打到小薰，这个家伙一直都待在彭美家里，是吗？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先别提这个了啦，小薰。嗯，小红豆，今天我在去彭美家的路上曾经遇到过大豆他们。啊，遇到大豆。嗯，啊，大豆啊，是小薰姐姐。嗯，你们带着煮咖啡器要去哪里啊？去千柱。大豆啊，要去不是千柱的地方。千柱，他真的说了要去千柱吗？小薰，嗯，果然大豆还是往爷爷家去了，怎么办？不会吧，大豆不可能真的跑到这里来找我吧？哦，哇，有电话。不会吧？您是野山刚造先生吗？该不会是大豆发生了什么事吧？你快说话呀你！不是的，爷爷。大豆！太好了，他们到那边了。是，这样子啊，是，他们两个。太好了，小红豆。嗯。不用担心，虽然小女孩累得睡着了，但是大豆她还很有精神啊。这样子吗？好，那么就暂时麻烦您照顾他们了。爸说晚一点再送他们回来。他们真的是坐计程车过去的吗？他们以为小孩子搭计程车也是半价。不是半价吗？开玩笑的嘛。结果因为钱不够了，只好在半途下车，然后在公园被发现了。真是受不了大豆。松了一口气以后，肚子也饿了。还是请满磊轩帮我们送点外送来吧。你们想吃点什么？好嘞，那么我要吃那个像这种可喜可贺的时刻，只该吃一种东西。小健，麻烦你红豆饭八人份外送。拜托，我家开的是拉面店呢。啊，真不好意思。那个小女生，我已经先送她回去了。抱歉，麻烦你了。爷爷，坐一下嘛。哎呀，不用了，我现在要回去了。既然您都来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出门去办事。帮我跟大豆说，我从来就没喝过这么好喝的咖啡啊。嗯。真是个让人伤脑筋的小鬼。就是啊。妈，妈。啊，会吵到大豆了。你看这个。啊。嗯。虽然小圆说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可是我会到爷爷家去。大豆。原来他都写好了，放在我桌上。我都没有想到，大豆竟然会留言在你房间里。不过，还刻意放在小紫可以看到的地方。看样子，大豆还蛮信任你的哦。好苦哦，小圆，真是个捣蛋鬼。昨天真不好意思，大豆给大家添麻烦了。不要放在心上。不过大豆的行动力还真是够强的，竟然想到要去喜欢喝咖啡的爷爷那里练习。
好像有一半的原因是受到小圆的煽动啦。小红豆，嗯，我听说了，大豆昨天跟女生私奔了。那算不上是私奔啦。杨子，你怎么会知道啊？我昨天啊，去花之门听到老板说的啊，找小女生一起私奔，还真不愧是小红豆的弟弟呢。你什么意思啊？我是在称赞他哎，为了爱情奔走天涯，不是很浪漫吗？不过咖啡店老板就有点可怜了，整天坐立不安的。在小红豆面前不要讲这些有的没的好不好？啊，好了好了，快到位子上坐好。老师，你迟到了。因为今天的教师会议拖了一点时间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不是那样的。好了，要开始点名了。石川他缺席。真是的，杨子马上就见缝插针。小红豆他妈妈来了耶。嗯，真的耶。好了好了，现在还在上课呢。怎么回事啊？说不定是因为大豆的事。你们两个，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先走了。连大豆的级任老师也去开会了吗？看来这次的事情蛮严重的哦。小红豆，不要担心，我们会站在你这边的。谢谢你。不过问题是，大豆之所以会私奔的原因，全都要怪在小红豆跟永之助头上哦。怪在我们头上？这是校长说的，说大豆是受了小红豆跟永之助成为班队的影响啊。啊！小红豆跟永之助他们什么时候私奔过了？你不要对我发飙了，好像是向校长告状的人这样子讲的啦。到底是哪个家伙去告状的啊？这还用问吗？是杨子啦。是杨子吗？这不是很清楚吗？利用大豆的事情故意造成小红豆跟永之助分裂。哎，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找杨子算账。哎，不要啦，小翠。就是啊，你这样子做反而只会让事情越闹越大的。可是他被校长叫去也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啦。像小陈就常常被叫去啊。你自己也还不是常常被叫去？要把我们跟你们混为一谈。我回来了。你回来啦。妈，是校长找你去学校的吗？你知道啊。校长说了什么？说大豆的事情如果发生了像昨天的事，要我务必跟学校联络。他是不是也说了关于我的事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啦。是关于我跟永之助的事吗？你不用放在心上，因为校长也很了解的关系啊。可是总而言之，至少会有一段时间不能让大豆跟小圆单独一起玩了。这样的话大豆就太可怜了吧。这也没办法啊，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么大。这样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你终于决定要站出来了。如果真的是杨子，我绝对不原谅他，还牵连到大豆。我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整个热血沸腾了呢。等我一下，我去做个准备。准备什么？为打架做的准备。不是啦，我只是要去问问他而已，不用这样。小翠，不要使用暴力啦。你这什么话？不好好给他吃点苦头那怎么行啊？小红豆，做好觉悟了吗？要做什么觉悟啊？要上喽！哎，永之助！嗨，小红豆，小翠。等等，在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情到杨子家玩啊？不是，我是来抗议的。跟校方告状，这种手段太卑鄙了吧？真不愧是永之助。那杨子他怎么说？他一直哭个不停哎，事到如今哭也来不及了啦。
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过分，想不到永之助竟然会把我当成那种人。杨子，我看起来像是会做出那种事情的女生吗？我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给你看。他是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脱罪吧？不，我相信杨子流的眼泪是真的。我也相信他。想到你，杨子竟然会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哎呀，大家怎么那么容易就上当了？不是这样的，小翠，我之所以会相信杨子，那是因为我相信的是为了我跟大豆挺身去抗议的永之助。哎，感觉上好像只有我一个是傻瓜，我还一心想要好好的打一架呢。怎么了？为什么要打架啊？没事没事。哼，真是气死我了，一定是小红豆煽动永之助的，明天我要跟他抗议。不要再计较了吧。妈，你怎么这么说啊？我被人家侮辱了耶。我一定要抓到凶手，让他在小红豆面前向我道歉。其实啊，杨子。什么事啊？昨天我刚好碰到了校长，所以我就稍微说了一下小红豆的事情。那是妈你说的。对不起啦，我原本只是想当作八卦在聊。这妈。喂，这里是野山家。哦，是小圆呐，请等一下哦。大豆，小圆打电话来。啊？他刚刚好像出去了耶。他出去了，那请姐姐帮我转告大豆。就算我们两个必须分开，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麻烦你了。好。大豆，你可以跟小圆讲电话，没有关系哦，大家不会骂你的。是我自己不想跟小圆说话的啊，因为小圆跟姐姐一样好啰嗦，所以我们不能一起玩，刚好让我松一口气呢。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大豆，我们为了你的事还差点找人打架，你这算什么嘛？姐姐，你这么容易发脾气，永之助也会讨厌你的。你说什么？大豆，给我站住，不要跑。大豆，可恶。大豆，结果凶手还是没有找到。不过从那之后，杨子对我的态度居然是很亲切的耶。为什么呢？杨子跟我说他要全力支持大豆的感情，让他跟小圆在一起。说不定他是认为大豆要是入赘的话，我跟永之助就没有办法结婚了吧。明明暑假就要结束了，但是小纯最近却很奇怪，很反常的要跟大家拍照，还把自己的东西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说暑假作业没写也没有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下一集小红豆，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的暑假，小纯，你到底怎么了？ただ寂しくて、ただ恋しくて、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君は笑った。I'm not the only one.